阿辉，啊，睡了几天几夜了？好多了。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呢。嗨，我让他姐看着他呢。你玩吧，我先回去。对，哎，豪哥，这不刚来就要走啊？阿英他马上就到。玩，你进。豪哥，嗨，小师傅。林小姐，以后你别叫我小师傅了，你叫我阿豪吧。好啊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林小姐，叫我如如。哎，你怎么？我来找你跳舞啊。就你一个人？嗯。那，你男朋友呢？哎呀，不要提他嘛，我们跳舞好不好？走。谢谢。哎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好事可是要发了。怎么看见鬼了？哎，是见到鬼了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谁吃醋啊？谁吃醋了？你们等着瞧吧，有人要完蛋喽。又是有人要被小魔女给整死喽。小魔女整我呀？让他整。讨厌！哎哎哎，笑我笑我啊！你还是长得蛮可爱的。那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？要找就找一个像你这样的。他们是，哦，这是我两个兄弟，哎，这是阿浩，这是小马，哎，小齐，阿莹，哎，这是，啊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，哎，咱们走走走，哎，我还挺有名的，他们都知道你。一定没好话。没有啊，他们没说什么。哼，嫉妒。啊，其实啊，他们是……哎呀，糟了，现在几点钟了？啊、是不是十一点了？十一点过五分。哎呀，晚了晚了。哎哎哎，如若，哎哎，如若，要不要我送你啊？啊，明天见。
明天见。我追到了门口啊，我说送他回去，他说不用，就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就这么放他走了呢？这那他不让我送，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，是不是？豪哥，他最后走的时候说了一句：“明天见。”对呀，明摆着暗示你吗？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害我！哎呀，哎。哎，豪哥，他真说明天要见你啊？嗯，嘿，有戏了啊！哎，豪哥，有戏了，有戏了啊！你瞧你，哎，这么有钱的小妞，给我多好啊！哎，瞧你这副德行，哎，哎，人家能看得上你吗？你呀、啊，也就只能凑合胖妹那种女孩子，想想都不行啊！哎，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连想都别想啊！嗯，你要是真的喜欢啊，就送给你，送给你，他送给你啊！算了，下辈子吧。哎，下辈子你都别想，下辈子你还是只能泡胖妹那种女孩子。懂啊？嗯，泡、哎、那种小妞得花很多钱啊。喂，值得投资的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哎，他家那么有钱。豪哥要是娶了她，至少能省下十年的心。嗯，十年？像我们这种人啊，二十年、三十年都说不准啊。我看我这一辈子都很难那么有钱了。哎，所以我说嘛，泡妞的费用啊，我们去想办法。只要豪哥娶了她，发了，我们也能沾沾光，不是？嗯、啊。别想那么远了。人家老爸不会让他嫁给我这个穷裁缝，而且还是初中毕业。不管，先泡上再说，等生米煮成了熟饭，看他老爸答不答应。哎，不答应也行，叫他老爸先拿点钱来。就是豪哥，我们做你的坚强后援团。上，上，上，我干嘛不上？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搞到手。豪哥，我们支持你。上，没钱找我。好。我们吃好饭了，饭了，饭了。啊！考试考的这么好，这样基本上都没听过。能不能把你的笔记给我看？哎，走，打球去吧。啊，走。哥，你听见？是。走，等等我。哎，走，我一定回来的。哎，你在这儿呢，老师找你呢。你来干什么？等你啊。谁叫你来的？你昨天不是说明天见吗？你还挺聪明的，我说明天见，你就知道今天到学校门口来找我。那是，天赐良机，如果我今天不来，那我肯定是一个大傻瓜。天赐良机？你脸皮倒挺厚的。还可以。那你还站在那儿干嘛？还不快过来。我们去哪儿？嗯嗯，
算了吧，那太花钱了。哎，我有钱。你有钱？当然。你想去哪儿？我请客。算了吧，下回吧。那你说我们去什么地方？哎，你在庙街不是很吃得开的吗？是。哎，那你带我去看黑道好不好？看黑道？这黑道怎么看啊？你教我看嘛，好玩嘛，你教我嘛，好不好？咱们俩一起去。好吧。啊，太刺激了！来，走，快走，走。真好玩，我从来没有想到香港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你是不是经常跟人家满大街的砍来砍去？没有啊。做衣服是你的副业，其实你的主业是做流氓，对不对？不是的。你跟那个皮条客是不是很熟啊？你是不是经常去玩妓女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童子鸡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当我没问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如若，干嘛？我知道你想干嘛。我一定是疯了。
豪哥，豪哥，哦，没事，你找我的。哦，怎么样？钱告诉我。你可真是笨蛋！看起来只能找新机借了啊。那可是高利贷啊！小声点，利息那么高，您真的要借啊？那怎么？昨天他都主动吻我了，啊？真的？哎，那你可得有把握，新进那个大哥城可不是好惹的。真的在说，你真的要请客？Table for two? Yes. This way, please.Would you like this table? Sure, why not? Please. Thank you.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? ,你帮我点份牛排，我上趟厕所。我告诉你啊，多花钱还是值得的。这里的饭菜味道真不错。干嘛？送给你的礼物。干嘛要送我礼物？庆祝我们俩认识一个礼拜。哎，打开看看。你还真有钱呢。好，我帮你带上。
怎么样，喜欢？当然喜欢喽。哎呀，嗯，吃饱了，我们走吧，我困了。啊，你还有钱付账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当然有钱付账。服务员，哎，今天晚上一点都不好玩，还不如那天去庙街呢。不会吧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那我宁愿去庙街看黑道砍来砍去。你要是真见到黑道砍来砍去，我保证你这辈子都不想再看。啊，哎，还有比那天更刺激的。你是不是有点变态？我就是变态嘛，你说你说你快说嘛，还比那天更刺激的吗？我小的时候啊，很崇拜庙街的一位大哥，他的本名叫胡延旺，道上朋友都叫他旺哥。在我13岁那年，旺哥带领他手下的兄弟卖白粉捞过金，后来得罪了大哥华，大哥华派人堵住了旺哥，把旺哥的手下砍个乱七八糟。旺哥他们就躲在庙街后面的旧仓库里。好可怕呀。这还不算什么。哎，你见过被刀砍过的伤口吗？嗯，我小的时候手指头被铅笔刀划过。哎，你看就这样。你看。这算什么呀，我告诉你，那被刀砍过的伤口那肉是翻着的。你懂不懂啊，翻着的。你想想大嘴身上的十几个刀口全都是翻着的。就那个大嘴躺在地上大喊大叫的，2个钟头以后等我回来，不叫了，死了。这现在想起来，那我浑身还直起鸡皮疙瘩呢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呢？那旺哥后来死了没有？没有。第二天，旺哥带领手下的兄弟，把大哥华那帮人全都给毙掉。什么意思？旺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搞到的枪。让我去啊，约大哥华他们在庙街的天津茶楼里见面。你约？你才13岁啊。你才知道。旺哥觉得我去约大哥华他们不会起疑心。大哥华带着他3个兄弟，旺哥把他们4个全都给毙掉了。你也在？嗯。你也开枪了？我太小了。轮不到我。那你不害怕？砰一声，这么大一个管路，那血喷得你满脸都是，你说你怕不怕？哦，要是我早就吓死了。那后来呢？旺哥死了没有？早死了。好可怕哦。你才知道啊。嗯，有没有住过半岛酒店？
你想不想住一夜试试看？如如，如如，housekeeping, sir. 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阿浩，啊，哎呦，豪哥，哎，昨天怎么样啊？哎，搞定了，成了！哎呀，废话！怎么样？那个，身材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妞啊，绝对正面，大身材，绝对一流。哎呦，好！哎呀，但是太花钱了。怎么？这买了一条宝石项链不说啊，人家还要住半岛酒店。哎呀，不管了，钱够不够？刚刚够啊。但也花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看来还得找新基地啊。豪哥，这怎么了？快点！大哥正找你。来了。哎，用力啊！哎，好，把这扛过来，好，拉过来，来来啊，拉过来，我这边来，这边。哎，程叔，阿豪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最近还可以。哦，听说你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，那些钱你都拿去追女朋友了吧？你们这几个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有些事情虽然和我没有关系，但要不说出来我心里憋得慌。你跟我借的那些钱都是我手下这帮弟兄们拼死拼活弄来的，你要是借去给家里应个急或是好好干点什么吧也就算了，可你借去花在女人身上实在是太丢人，那都是高利贷呀，我还没听说过谁去借高利贷玩女人的。你说这些钱你还得了吗？嗯。什么？我还得了。嗯，那就好，我手下还有这帮兄弟们要吃要喝。虽说我和你爸爸关系不错，但是你借的这笔钱到时候不给我按时还清的话，那你们家那小小的茶水铺就准备收档吧。车上了，这前车来了，部长，看到学校来了，前车。
如若，如若，如若。嗨，如若。干嘛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他谁？你又不认识，不关你的事。今天在你们学校门口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，跟他走？好奇怪，我又没嫁给你，我跟谁在一起要你管？那我算什么？那天晚上算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都跟我睡了，还怎么回事？好无聊，那又怎么样？如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俩在一起好好的，你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在一起又能怎么样呢？我有说你是我男朋友吗？我有说我爱你吗？我有说我要嫁给你吗？如若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没有。没有钱，我发誓，我会玩命去赚钱，我会成为一个大富豪的。无聊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如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啊，就是你不想跟我在一起，你也要跟我说清楚啊，你不能让我死得不明不白呀。好。那我就跟你说清楚，你听着，两个人在一起开心最重要，想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不想在一起就分开咯，好聚好散。跟我在一起是不开心？你怎么还没听懂啊？以前没跑车让你不开心了是不是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有没有钱是你的事，跟我无关。我跟 Simon 只是玩玩，跟你也是玩玩，玩的时候就好好玩，开开心心的，玩完就算了，大家彼此留一个美好的回忆，谁也不欠谁的。 No harm feeling, OK? 算了吧，豪哥，那种女人呢，玩过去就算了啊！你小子给我闭嘴！阿浩，你明天还得上工，先回去吧。豪哥今天心情不好，我陪他喝几杯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豪哥，我先走了啊。喝吧，豪哥。心情不好，就痛痛快快的喝一场。喝醉了，倒头一睡，明天醒过来，
保证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找谁啊？哎，你给我滚开！哎，豪哥啊，你这个狗奴才，哎、你离我远一点，小心我今天揍死你！我、哎、豪哥，别闹事了，咱们回家吧，豪哥。豪哥，谁闹事了？啊，走开！哎，豪哥，你给我回去！豪哥，豪哥，豪哥，别闹，别闹事了，回家吧。豪哥，豪哥，豪，你给我躲开！哎，哎，豪哥。喂，喂，这是宣和大厦，有人打劫，有人打劫。林美容出来，你耳朵聋吗？你不要装的听不见。林美容出来，我今天有话跟你说，你出来。你到底听见没有？出来，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就把你家门踢烂了！你听见没有？阿如啊，马上给我出来！你别管！哎呀，你想死啊？你不要躲在屋子里！可别开门啊！没事，我去对付他。你不出来，怎么对付他呀？我今天跟你没完！你去报警啊！啊！阿如，你听见没有？去呀，阿如！你出来！你还不快去呀？你出来！出来！出来呀！你把门打开！你出来，林美如，出来呀、啊！不要啊！出来，豪哥，走啊，豪哥，走吧，啊！你躲开啊！你赶快走吧！我不走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女儿不出来，我就把门砸了。警察马上就来了。哪出事啊？上面好，我砸了你们家门！我砸了你们家门！我砸了你们家门！要啊！我砸了！我涛哥，警察来了。涛哥，走啊！烂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呀，涛哥，你不就是二奶生的吗？你们全家死光！我，涛哥，你爸是烂货、哎，你也是烂货。走啊！你不就是二奶生的吗？哎、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呀，涛哥，走。烂货，我真饶不了你！臭丫头，你烂鸡蛋，你有媳妇儿，你就想见他。哎，豪哥，豪哥，哎，豪哥，咱们回去吧啊，豪哥，哎，
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啊？等我有了钱，我就找她个十个八个的。看什么看啊？看什么看？你啊？哎，想干嘛？浩哥，浩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这是轩哥罩着呢，你在找死啊？嘿嘿嘿，轩哥算什么东西？要出来啊！要出来！浩哥，浩哥，走吧！啊，这是轩哥的地盘。哎，喂，有种别走啊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都是自己人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喝多了，他活得不耐烦了。我明天带他向你赔罪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叫他小心点啊！这不安全，太晚了。啊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回家吧，你笑什么？谁叫你们在这谈恋爱的？啊！不准叫！